中秘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葵。今天呢，因为我感冒，所以爸爸带我去看医生。然后这里很多小石头，还有大石头，我们一起走。Go， 走吧，我洗澡。那一只鸭子不行，走那个，只能走。刚差点跌倒，走哪？今天我们家黄小葵感冒，看医生完之后就没有去学校了。然后我在地图上四周啊，搜寻了清水公园，然后找了一个离我们不是太远的地方，骑机车大概30-40分钟就可以到了清水公园。但因为我还没有来过，也不太确认就是它的环境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， 所以我就先不公布它的名字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荒废的清水公园，并没有人在管理，然后还是随处可见一些垃圾。不过基本上如果这里是有人在管理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环境会非常的好。 OK， 后方是停车场，后方这个方向，然后汽车啊或者机车都可以。那在停车场就可以发现说，其实那边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管理，杂草丛生啊，那个草都已经高过他们原先一些公园里面有的儿童设施，然后随处都可以看到一些垃圾，然后后面的步道或者阶梯步道直接下来之后就可以到这个河床。它吸水其实基本上好像是干净，非常干净，可是我也说不上来是好还是不好，应该是不错。哦，水很干净，对，还算是干净的。我们走那边好了。好，走过去。哇，有，应该是 local， 有 local 在这边冲瀑布泡澡。我们现在不知道能不能。这可以踩啊，这水可以踩啊。好，上去，好，但是会滑，要小心一点。好，走这边，找找那个石头。哇，你看这有小鱼耶，哦，小蝌蚪啊，你看到黑黑的一颗一颗小蝌蚪，长大就变青蛙了。好，我往这个方向走，再过去看看。看到没有？有人在那里 ，local 在那里泡澡，好强哦！好，我走这边。看到很多蝌蚪，你看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么小只，你干嘛摸？臭小子，来。上去了吧。好，我们往这边走，让我这边走好了。这水好冰的。也有很滑。你踩到水，然后又踩到石头。好，往这边上去。哇，你看，它会不会滑滑的？它会，不会。蜻蜓，所以基本上水是很干净的。看一下，
瀑布了。你要吓他，好。慢慢。我会非常推荐这种包子的水陆两栖的鞋子，很多品牌都有啊，但是我比较会希望或者是推荐大家这种包脚趾的，安全，安全。好。它的排水性都不错，各大品牌这种鞋款的排水性都不错，然后防滑，对，下水走路什么都非常 OK。 那也因为这样子啊，所以黄小葵他就很放心很出入的这样一直用他的方式前进，但是还是要安全第一啊。好，我们慢慢走回去，然后在上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说明一下就是这附近这样。我是台中人啊，所以我蛮希望政府官员们好不好可以支持一下这种亲子的园区，或者是比较贴近大自然的生态区。当初会规划这个清水公园，我想应该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有空可以走出都市啊。可是你看，杂草丛生，随处泡面、保利龙，还有人把垃圾就整袋丢在那边。对，像这个应该就是晚上有人在这边，不是烤肉，就是烧一下。烧一下垃圾之类的，不然整理环境是还不错的。只是这些，对啊，哎，可惜。好，再上来这边是停车场，停车场其实当初规划是很完善的。停车场，你车停上面，走楼梯下来，直接梯下就到河堤了。那这边呢，甚至还有这个叫什么斜坡，是可以让人家把车开下来的吗？我也不太知道。但如果要在这边野营的话，我觉得不是不行，但就不用抱太大的期待或者是期望说这边会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毕竟这边离城市还是太近，所以有太多人为带来的一些污染，尤其是垃圾，这看着真的是，我想捡也不是，不捡也不是，多到就是可惜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惜，好吗？如果刚好在看影片的你是机关啊、单位啊，对这个环境保育可以联系或者是给力，可以改善的。好不好？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。难得我带我们家黄小葵来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